大家好，早晨，今日系 lockdown number four day，所以而家介绍大家点样整 egg toast。So 睇下大家中意食几厚嘅面包，如果系讲家庭中意食厚面包就切厚啲，如果系讲唔中意太厚嘅咧就切薄些少啦。如果冇麵包刀就用啲 ceramic 刀啦，幾好用下。So the next ingredient 我哋需要到咧係雞蛋，之後依個係margarine。So 如果係講屋企冇 margarine， 用 butter 其實都好好嘅，因為 butter 係比較健康啲。如果係整靚嘅 egg toast 咧，咁樣我哋咧係建議咧用細火啊，用細火、慢火啊，咁嘅意思啦。嚟將推窗個麵包浸落個蛋度。慢火咧就俾佢煎到比較靚啲啊！如果你嗰啲係覺得好趕時間嘅咧，你要感覺到快啲熟咧，就可以用比較大火啲。所以如果係覺得到咁嘅程度，如果係覺得係已經你覺得係靚咗咧，就可以 serve 噶啦，已經唔需要講一定要燙燙佢。少少蜜糖啊，用屎粒又得，蜜糖又得。得啦。So 大家食早餐，早餐好好，健康早餐。Let's go。